大家好，我是 Impact Taipei Rich。 B 型企业的运动在台湾推展两年多以来，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关注这样子的运动，而这样子的风潮呢，也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到，原来在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，能够把对环境有益、对产品有益、对社会有益的这样子 的概念融入到创业的过程当中。所以我们希望越之后的台湾年轻人在创业的时候，都能够来一起来看我们如何能够一起成为一个 B 型企业，让这样子台湾的新创的企业能够跟世界接轨，也能够让台湾的环境变得更友善。